带人除了容易紧张、压力大、焦虑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容易熬夜，然后看电脑看很多。所以接下去这个动作呢，除了调整我们的压力、焦虑，还有帮助我们的肝脏。所以说动作很简单，你可以稍微把手搓一搓，然后甩一甩，然后从眼睛这个地方轻轻的按着，然后深呼吸，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放下来，手交叉，然后放下去，慢慢从前面这样子画下去，然后从大拇指内侧上来，慢慢的上来到腋下，然后再下去。好，我再做一次哦，从这个眼睛的地方，然后轻轻的按着往外拉，然后吸气，吐气下来，按在这个肩膀的地方，然后交叉，然后从这个肩膀这样子画下去，然后到你的胸部的下面，然后往下面这样子，往前面这样出去，往前面这样出去。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在这个脚的两侧按一下，然后把它弄出去，然后再从大拇指的内侧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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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腋下，然后再下去，这样子就完成了这个三焦经和肝经的这种调整。